今天这个小姐姐要剃光头，这么长的头发。剃了，剃了，剃了。这个头发一点不伤心啊。好嘞。我在抖音上刷到你们家的是那个老古法剃的那种，对，老大师。就我们楼下就有理发店，但应该都是那种推子的。嗯，我先给你推了，然后刮啊。嗯，就他们说剃头就要用这种，就是这个，就这种刀子剃的好吗？对，嗯。这东西都是身外之物，没了它还长干什么？但是也要勇气呢。这主要是我脸太大了，我要是脸小，我就直接这样出去了，都不用戴假发。脸型不好看，就是光头不好看。还好脸不大了。啊，不大。大吗？头型还很圆呢。头圆呢？对，头型很圆，你看推出来就很好看。我准备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大波浪的假发。哦，完了，我看一下。但我没带，我没带。哦哦。我自己头发从来没到那个长度。是吧？嗯。哦，好凉快。他们说头剃了之后，就人就可轻松。看，感觉很解压的样子。嗯，现在是很解压。对的。你看这刮完了，这小皮子粉嫩的。现在这样能这样剃的地方不多。对，他们年轻人都没这个手艺。那小时候全是这种。对，小时候都是这种的。你看这个剃完了，雪白。他这个剃了之后再长是不会变粗的，是吧？不会，它会跟你原先的那个一模一样，跟你原先的发根细毛。对，你之前是什么样子，它还是什么样子。嗯，给你眉毛也修一下。嗯，我看这上面有绒毛了。我那个手残的，修不起来。
不敢那个好，是不是特别嫩？对的，跟脸上那样的这样就好了。对，脸上也不这比这么嫩，你看很光滑，而且你头很圆，剃的还好看。就是脸太大了。还行，脸要是小一点就好了。涂点乳啊。你说你这皮子这么嫩，剃得这么光，而且还是第一次。刮的时候是不是挺过瘾的？对，这个刮完了有点刺，可减压了。对，减压的吧。